阮在你中要选哪里呾？你徛到迄个公墓里看呢？哎哦，啊，但嘛不只对个，嗯，你阿阿看一个出去，一个阿一个出去，阿阿迄种话，哦，你就是个，比较少，看偌济，爱迄个名，啊，爱迄个名尔，啊，你遇到迄无用死人。啊，咱若无即个名，咱若无做旅长的时阵啊，青山角，你就算阮是要来爬山，要来下茶，要来行棋，要来创啥，要来看车，要来学堂，你就知。啊，安尼，你也叫小得，你个小得停止，让我的野心，啊，安尼咱是毋是就得解决啦？哦，咱也咱停止让我的野心，安尼话，自信就流落。自信就流露呢，我不便宜呢，自信就是就显现出来了。哦，所以呢，当我向我的求是的心，这条心，哦，是无啥物物件去甲应用啊，是照着我这边注意，迄文字这种的表达甲形容，安尼了就是向我的求是，咱就来停止安尼了。哦。所以，迄条心无啥物物件好讲，后壁来形容伊，伊是啥物物件呢？迄样物件无法度人形容，亲像木质现象，木质现象无动无摇。啊，伊话来讲，亲像虚空现象，无种无碍，是毋是？亲像不作现象，哦，不作迄条心，你讲杀会着，杀袂着。伊要来美国，来美国，这个日本来日本，这个。结果来结果，你去对啊，去对啊，那叫无种无办，只能虚空现象。咱的本身嘛是相像的，亲像虚空不相像，无种无办，对不对？到底是无种无办，哦，无种无办。不过伊发生发挥出来的作用，不可数量，不可数量，对不对？不快嘛。自信无快乐，伫咱人心中有快乐无快乐？红个也青也白也乌个，俺唔快乐。大好细好，你看快，拢无快乐。哦，所以拢拢总无快乐。如果发挥出来作用，无量无边个，看你要创啥，伊就主宰你去创啥。你要煮饭，伊就去主宰你去煮饭。你要生产，伊就主宰你去生产；你要赚钱，伊就主宰你去赚钱。因为你的意思看要做啥，答案伊就来主宰，好，答案要来主宰，来主宰吼。所做产生出来作用是无所不为，哦，你做一切拢伊去主宰，拢伊去主宰，拢是心的作用，哦，拢是伊的作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心。毋是讲心，毋是讲心，真正有心的存在，毋是只讲心就是有心存在，是暂时方便甲描述，迄种物件就是甲多一个名，叫做心啦、啊，啊，叫做是心啦、啊，无论讲心、讲性、讲佛性、讲佛性，拢总是一个方便的名相。比如讲，无啊，讲无啊，好啦。中也好啦，南也好啦，迄种也好啦，我四个名，迄拢是一个名，一个名相。我今日迄名做无啊，化名认为迄时阵哦，化名做迄种啊，嘛是会使。你名做姜啊嘛会使，你名做啥嘛是啊，对不对？迄是一个方便即个名相。啊，讲哎呀，物件就是安尼啦，啊，迄人物件就是安尼啦吼。所以呢。方便的面上，有一天咱就真正参悟到真正迄个本心迄个话，哦，迄个话，你着发现大笑，哈哈大笑，哦，哈哈大笑，咱着袂去迷信，因为心有心无分，拢总是面上，你着袂被迄个面上所迷惑去，袂被迄个面上所甲咱迷惑去，
因为即个平常拢总是暂时即种方便。咱人个心内底面是千变万化，变化无常，对啊。咱人个心是千变万化，变化无常就对啦。当你自在时阵，即个心叫做啥物心？自在的心。当你快乐的时阵，迄叫做啥物心？快乐的心。当你痛苦的时阵，你个心叫做啥物心？痛苦的心。当你欢乐的时阵，迄叫做欢乐的心。当你嫉妒的时阵，叫做嫉妒的心。心是安怎遮尔呾济？迄叫做是人的心，迄叫做人的心。佛的心就无遮一心。迄个心就无遮一心。所以即个心非常百存，变成掉真一心。如果咱若把遮歹的心拢把转落倒转来，安尼叫做是迷途知返，迷途的羔羊，伊知影行毋到路伊啊。倒转路倒转来，啊转路倒转来，安尼转来倒转来，这个心正是真正咱最好的一个心。这个心全部拢是实相，全部拢是实，拢是实相。因为咱本来这种心的原态，本来这种心的面目，唯有恢复本心的人，才做得到。无会有分心的人来做你搞，修行就你就爱达到一层，达到一层，安尼才会帮助咱这个心。因为这个心咱要清楚，足歹溜达，好无？这个心足歹溜达，看到啥物物件，攀缘啥物物件，听到啥物物件，攀。听的这物件，就会攀缘什么？无论是听、想，一直听、一直看、一直想，安尼话，咱人就会离自性愈离愈，看到就想要攀缘，听到好的就是欢喜，听到歹的就是受，对不对？想东想西，想好的感觉讲笑下下，想落歹真受气，是毋是拢安尼？咱若拢向外，一直攀着，一直看，一直听，一直想，安尼话是比你修行，是毋是愈离愈远？是毋是愈离愈远啦？恁就无采恁今仔日修行啦，无采恁今仔日修行啦。所以咧，如果咱今日修行，把这个心甲转落倒转来，向外心甲转落倒转来，看到、听到、想到，由这个所在做一个超越，看到心无障碍，听到无好歹，想到也无好歹。是毋是咱修行，是毋是由遮来做一个超越？安尼你毋是佛，无啥物人是佛。啥物人是佛？安尼就是佛里所甲咱讲诶，在看，离开了看，看好看歹，会去会被看所影响。听好听歹，会被听所挂碍；想好想歹，无被想好甲歹所影响。安尼会当安尼离的话，安尼就是在世活佛嘛，是不是？对不对？你看到、听到、想到，你也知影讲，迄物件拢是毋是真实有诶？你拢是假，拢是幻，人拢是幻，
换着拢是烦，影着嘛是烦，生活着嘛是烦。安尼，不离烦，甲经甲咱讲，离烦则离，离烦则觉。知影世间所有一切拢当是烦，你当下就离开，离开烦，离离看听想所应用，对不对？安尼是毋是离烦则离？离开烦，你就是一个干活自性的人。离开烦咯，离开烦，你即离，安尼你是一个干活自性的人，个性满满的人。所以啦，讲我最近拢当是卖麦呢，哦，拢卖麦呢，真正吗？真正卖麦吗？容易。你若问讲真正卖麦吗？真嘞，有感受了吗？真嘞。伊还有真个无容易，安尼差不多少少，离婚即干嘛？对不对？你真个未满，啊未满就是烦嘛，对不对？安尼即干嘛？干我做成个啦，所以咱来强调一点，咱来了解啦。所以修行就是由这来培养佛菩萨的，啥物拢会当离开。人拢会使离开，人拢会使离开啦，对不对？那不过人拢离开，我无话要离开呢吼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世间所有一切哦的面相，拢总嘛离，拢会当离开，人拢总离开，人拢总无甲放伫心肝内，一切拢无甲放伫心肝内，啊，安尼叫做足下无心。叫做直下无心啦，人拢无甲放伫心肝内呢，你看呾好歹拢无甲放伫心肝内，对我好对我歹拢无甲放伫心肝内，对不对？有简单无？够简单，修行够简单，无简单哦，事实是无简单，真啊无简单。我去骂迄个人。迄个面，迄个架咧，穿卫生做重的时阵哦，伊敢会讲放伫心肝内？撞到我的时阵哦，伊就阿不感动哦。啊，你安尼的时阵，你拢把放放啊，放伫心肝内，你无简单哦。哦，无简单。所以，若来跪着，当我跪着的时阵，你就先个切开，看我打。那个倒无简单，对不对？若来扯干条，我给人你干条，他话无关的嘴。其实你去找人，你辛苦啊！你本来去干条，干条我找下你，我无加，我无得地话，你也嘛无生一地话，还有简单无？啊，伊又搞干条，啊，你搞啥物干条？啊，就啊，这个很多参搞笑笑，你搭搞你硬讲，讲讲讲，啊，你搞对啊你，啊，你无想到无放心吧？当时安尼，啊，你搞动作功，你。心境无够，你安怎做？哎，要怎教少少？乱乱飞，对不对？乱乱撞，安尼就好啦。啊，心境若够，你放大，从我上面讲咧，我袂落一块嘛。哦，对不对？初期是毋是爱用一波来套掉咱迄个？我是无达到一个境界，哦，你不满嘛？啊，你啊，我当作讲咧，从教少少，上面讲咧啊，安尼就套掉咱迄不满的心嘛嘛。安尼叫做是修行嘛？啊，修行是由这个一步一步提升的，是不是一步一步提升？那修行有境界，有境界，对不对？有境界嘞，对不对？比如讲，我今日我来做饭做饭好啊，我阿无理无由的时候，当然佫开始来烦你，你变啦，佫太大人啦，啊，会啦，哇，你真是，啊！我们前前日才是正法正时，你拢无感恩，我都做啥物？对不对？啊，二代的伊个，我来应呢，对不对？我做应该，我做太太的本分，我做好了，你我来应呢，有简单无？有简单哦，有简单。阿修了嘛，就是啊。你较早我拢从我太太那学，即马较袂晚，一个点点啦。理观呐，是安尼理论呐，哦，啊理论呐，拢爱理论，
啊，理论其实都唔对啊，哦，啊，著细声，咱嘛大声甲恁骂，大声甲恁讲，啊，咱著细声甲伊，哦，啊，伊也讲对，伊也讲错，我拢安奈啊，对安奈哦，啊，输在你讲啊，啊，输在你讲啊，我拢话讲，我输在你讲啊，你若讲准，你著讲准，你著我个啊，对不对？我拢输在你讲，我你边个讲啊？你讲我甲你骂好，讲我甲你拍好，讲我甲你洗毛，讲我啥好拢无用。对不对？安尼你家内会圆满未？甲未？做个满嘛？哦，哎呀，大伊大声音，啊你又大声甲音，啊恁这个家内好未？甲未好？对啦。我下早阮遐有班，有一个讲师啦，伊迄个一个讲代表的夫人啦。伊去要求医生哦，要改变因翁的歹啊，安尼啦。啊，迄心理医生的时阵哦，讲哦，去迄个附近人哦，就甲迄医生讲啊，我先生很凶啊，我每次都骂我啦，很大声啦，我当然喊我拍手甲讲安尼啦，哎，放遐比出来安尼啦。啊，即摆了咧讲我听外面的时阵哦，医生就给我敲电话啦，哎，附近人讲安尼，我先。我先生卡掉了啦，伊绝对拍面啦。叫个阿爹个，叫个，你唔知我叫你看医生哩，你唔知我叫你看医生哩，安尼啦。哦，先个叫个叫个叫个，叫你安啦。啊，到底是咱哩拍拍也是无拍拍的。好。啊，这是无拍拍也是咱阿爸。啊，医生哦，看者哪部位啦？啊，是咧改变你，还是咧改变人？下尾听着了，伊迄个夫人甲伊先讲嘛，讲阮翁来后面阿妹啦，啊无你注意到，你注意到，你讲无听啊？下尾听着了，迄个夫人人哦，大声就叫啊啊啊啊啊，叫啊吼，叫到我大声。啊，迄医生哦，到尾医生嘛讲，你也是改变你家己。哦，你这个态度啊，改变你人就改变。啊！你比那恁人较歹，迄个看起来，咱也无讲啦，无讲过八句话尔，大声就叫。你唔知我去看医生，咱家己大声嘞，大声嘞，你无大声嘞。我听到大家都爱在笑。讲要去救迄个心理医生去改变伊阿爷的个性，阿爷的个性唔改。所以呢，啥物拢会当伫，啥物拢从内来藏伫心肝内，安尼叫做足下足心。足下无心，就是无对立嘛，不是真正无心嘛，拢总无对立，无对待。人甲你骂，人甲你干交，人甲你吵，人甲你冲撞，拢总是无对咱的心，拢无影响，叫做无对待心。安尼了无？安尼做会到的，对。了了做，到底做会到？我甲你保证，到底做会到。道理就是要抛掉咱心中迄执着，迄个无心的对待。道理就是这物件，咱若了解这道理，自然你就当去抛掉你这对待心，好无？加点美观，对不对？要幸福，嘛是要直下无心，俺也无心，我也无心，大家拢互相是持相尊敬，拢讲好的一面，歹的一面拢无讲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安尼加点，才会过着一美满的幸福。幸福人生就是遮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无的时阵哦，那印一句，那分一句来印十句，安尼讲你啥物啦？要改变啥物啦？你著比我较歹，啊，你家己都唔改变，你叫我改变？啊，你先改变你家己，做好，做好一看，啊，安尼时阵家庭才会幸福。家庭搁在离婚，即款台湾的离婚率可怕呢。离婚率是从国惊倒人的，你若较早阮老母迄个时代啦，拢对家对家走，对鸟对鸟飞，好无？当时安尼，啊即摆咧，即摆少年啊，安怎你敢知影？结婚证书就签一份，离婚证书搁签一份，都无无，两三句话啊，讲了袂遐难。小姨，姐妹啊，拜拜，再见，好，再见。啊，较早人捌变安尼，
再人安尼，诶啦，啊再人啊安尼，啊再人啊安尼时阵哦，迄个翁我看着无好人娶啊。啊，即摆敢若真像即个少年仔吼，今仔参你这，参你离婚，有离婚无离婚，慢慢在过迄个阶段，后面你搁参你这离婚，倒后面过迄个阶段，有无？啊，嘛是小，人，某嘛小，人毋是某安尼啦，逐个拢是小相。即摆敢若真像足恐怖个安尼吼，你搞笑？即个讲对，有真对嘛吼？你若看啊，造成离婚率遮济，啊囡仔生生拢无啥，你教育问题拢足济问题拢产生出来嘛，好无？若是啊，老一辈咧教育囡仔，参少年一辈咧教育囡仔教有共？无共，真了无共。若是啊吼，迄老一辈拢听孙听啥，教育囡仔出来时阵吼，拢歹性情嘞，好无？拢歹性情。啊，即摆若是啊人吼，你较想啦，即摆社会吼，真正会造成遮尔呾混乱，作一种教育问题啦。你较早阮迄个年代吼，第二时阵吼，国家找西人，你要相信无？国家规身躯乌溜溜，即摆囡仔，听有影无？哦，就安尼甲报说，阮较早，阮老爸讲伊廿岁呾来，甲我讲。我拢去嘛找，嘛去找，找迄个安尼，迄拢无迄关钱啊吼，啊，讲一个当下，啊，拢找迄个，啊，阮老爸啊，讲一个当下，呀，这个，呀，他这个，讲一个当下，安尼，还叫对呀，好，即摆有对呀，对找嘛，就去找迄个，讲了三间迄个，讲袂落呀，气就消啊，都讲袂落呀，好无？啊，即个囡仔到迄个时代人讲的，啊无。讲的足少的，非常的少的，对不对？啊，要食物件，就安尼好，就安顾食。啊，到尾之后，你要食食食，唔食放食，我就闹事。像阮若生四个，阮老爸生四个后生啊，我拢在迄大水圳咧游泳啦，迄大水圳足臭流嘛，有无？迄水圳了，迄水拢足臭流，拢去遐游泳咧，我咧叫淹死啊！啊，对嘛，未死啊！啊，要死，搁未死啊！啊，阮若死后生啊，死一半个嘛，我见啊，个个死个拢未死啊！啊，即摆个囡仔行一下步，拄啊拎进门尔，行一下步，夹住嘛，死搁才叫做得嘛，无？啊，咱少年时代啊，拢伊比高侪啦，大官啦，有诶无？你过我们怎样少年囡仔是拢安尼？即摆嘛，较无。所以咧，教育真啊。就一个啊，有人即个囡仔可能素质拢歹个啦，毋是像我咧囡仔，阮较早较歹教啦。啊，即摆囡仔地位拢，囡仔即个囡仔头发拢粗，你感觉即个囡仔头发拢粗？小可讲就通啦。啊，以前阮个年代，迄个头发拢白痴白痴咯，个光个点也是逐摆拢穿着胡头发个，对无？逐摆拢穿胡头发。所以你今日时阵就是受到阮地方无少，一个家庭你才会活愉快。人对人相处，你才会当，你才会当相处个。当斗阵啊，来倒盘也好，嘛是说逐项咧电下无心，对不对？人无心，甲咱讲咱无心，你甲应无？无心要甲咱骂，啊，咱就无心，无对待心，干代志。所以讲啊，你看你听咧讲无要紧啦，你甲讲拢无要紧啦，你甲我踢球无要紧啦，你甲我送我拢真无要紧。无心无心，无心就是无对待嘛。啊，安尼即个倒盘啊，电话方面。会圆满个，家庭会圆满个，对外会圆满个，修养就是爱修到安尼啦，是毋是？哦，同事之间嘛是时常啊，咱电话无心，叫做无对待嘛。哦，即里头社会你也当做到真正安尼时阵，啥物人常咱相处袂合，车少咯，啥物人常咱相处袂合，大家都会合，对吧？唔过。电脑无心，无心，你有法得乐，啊一句啊一句，你也完美咯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你来是不是？你久无见到芥末，你看到伊，迄感应，迄感应的是那主场就袂合，啊袂合袂安那，相处袂好嘛。你看到我无佮意，我看到我，哦。我不介意，啊，安尼时阵，即个家内倒盘，当中是嘛，就袂好好嘛，对不对？哦，
所以教导你教的就一定下无心嘛。凡事即系得成就啦，凡事即系得得成就啦。安尼叫做一个无心，即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无你真正的意义。这个无的这句哦，真正意义哦，在佛教的思想中哦，佛教哦，不管你是一贯道也好，禅宗也好，啥也好，伊思想中占真大一种的地位哦。我知，一贯道嘛是小乘，佛教嘛是小乘，禅宗嘛是小乘。有宗嘛，思想，啥物宗门拢是思想，无是占思想中占真大真正伊个意义甲地位啦。所以《心经》伊才来讲，是靠空中无色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，无心意，无眼界，无意识界，无啥啥物拢当作是无。《心经》有无？有甲你讲遮济无无？无干你鼻色心意，无受想行识，无六色声响味触法，无干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是尽，无老死亦无老死尽。你就拢讲无，两百六十字无占偌济，占二十一字，占二十一字啊，有大无？拢讲这个无，所以心经咱来清楚。心经拢讲这个无，心经心内是啥物？法界经义，佛当中下面在咧讲无。要所有一切无，无老死也无老死尽，无无明也无明明尽，拢讲无，对无？就是讲是讲空中，伊这个空中的意思就是讲在空性中无色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一切拢讲无。安尼咧想，就是爱修到回归到空性中，回归到空性中，所以呢，中国空性是由无来解释这个功夫，来解释这种的功夫。所以《心经》用无来暗示的道理，是一种超越性，也是一种绝对性，是不是？无是绝对性，也是由这来做一个超越咯。即种是在咧讲，无好讲，所以固定伊才敢讲。无好讲，《心经》是一部无好讲的啊，唯有亲切的人，你才去感受体会得到。
所以才甲你讲，观点才甲你讲，唯有亲情的人，亲情的方式的训练的内面，你才会当清清楚楚，来主任是你才会当清楚啦。亲像你一世人拢毋捌去食着甜的啦，一世人你拢毋知食甜的是啥物滋味啦。啊，进来去去食着，你才知影讲，我甜的就是这滋味，好无？所以讲，修养也就是唯有亲情的人，你才会当清清楚、空性的本体，伊本质是啥物啊？难可测的意思就是讲，真困难用思维的心、用分别的心、用猜测的心去甲切断，真的。我一世人拢毋捌去一个位置来讲嘛，哦，啊你就是，那当你坐去，啊那你无必相信，唯有你去坐着，你才清楚啦。毋是互你搞笑，讲飞机是安那，啊遐悬，啊载遐重，啊行李载遐重，啊人看偌重，啊佫我当人飞起哩，无简单哦。嗯。你是都无简单，了解了吧？嗯。我，啊你我当人飞起。做到我给你那台四百五十，那讲走走车走四百五十公里，四百五十你就差速度啦。那个人讲赛车赛到一百嘛，讲到一百八以上去啦，四百五啊，走四百五，速度有进步。安尼就是摇啊遐些，哦，迄两日感觉安尼啊，速度遐紧，还佫载遐慢，而且飞机看飞几十度，还佫载遐啦，佫载遐远。聊话，就好简单嘞，科技吼。我都想讲哦，啊，迄走慢，迄走紧的速度叫咩？啊，走慢伊个面叫灾了。啊，咱这条，啊，你是不是挂了？啊，你看我重啊，你看我重，啊，你我当然叫面要飞，啊，速度去走紧啊。我都唔敢相信嘞，我想讲迄条啊吼，迄细迄条啊吼。啊，走遐慢啊，做什么？唔知啥物路，拢慢慢啊，伊嘛是袂叫挂啦，无可能。我讲想都想都无可能。啊，修行嘛是讲，你要做，你会就是讲，无简单嘞。是啊，我那做无简单嘞。就是其实简单到无简单哦，是介在咱必修甲唔修啦。咱若真正必修吼。讲一句无，无会到去掉所有一切对你的观念，啊你就成佛啦啦，真正这尔啊简单啊，我无骗你啦。哦，你也会到无好无坏无是无非无关键无出去无来去，无嫉妒无贪嗔痴啊，这物件拢总干拢总无，人拢总无，啊你就是成佛啦，啊你成佛好困难。真正过去的诸佛菩萨就是安尼呢，人都是无呢，无是要提高咱心灵的、心灵的一种的阶层呢，无是要去掉咱那脾气毛病呢，无就是要去掉对立的物件呢。啊，你来当当中，当当家拢那么去掉掉，甚至这物件拢总当拢无，啊，你就是混。不就是伊甲你讲啊？即个真简单诶物件，为啥你咱做袂到？哦，就是安尼啦，伊拢安尼甲你讲嘛，是毋是安尼啦？啊，成佛，不就甲你讲啊？我即个足简单诶，你咱做袂到，安尼尔。哦，所以呢，唯有亲情诶人，你才当知影。哦，毋是真困难，用慈悲心、用分别心用对待心。可以会当去甲切刀咧，对不对？这叫做如林饮水，连乱主滴啦。这意思就是安尼啦，唔捌食过水，哦，烧一点的你拢唔知影，啊，你食着你会知哦，这个是烧啊，这个冷，啊，这个有胶糖，这无胶糖的安尼啦。
安尼今仔日要回归到空性、空性、空性中，哦，了解这句话的真正意义，哦，唯有你亲近的人，你才会当清楚。我真正人，我当觉得，哦，国哦，一个叫素华。这种小事怎么讲呢？哦，素华非素了，分别诸所能解。诸法的本体，诸法的本体就是你讲这句话，你讲空性，一切法的本体，就是你讲空性，你讲无，哦，叫做是法，不是用思维心。思量的心去甲切度，毋是用分别心，之所以会当去甲了解，你用分别去甲去要去切度，无真正意义。换头你袂换过迄个换过人，好无？换过人啊，你若毋捌去接过人，对不对？我嘛毋捌接过，实在我无好接，我袂相信。我都无去食，我来哪好食歹食，对不对？我伫菜市买着食菜，好无？你就当无钱，要食一块饭足困难，好甲只也拄好无钱通食，啊，都唔免去，啊。等较有钱的时阵哦，想要去食，想要去食。迄种台湾的小北迄阵哦，迄阵哦，人都有呢，油鱼粿，哦，啊个。三万二三，二箍重都有了对啦。你就带去食无几摆啦，就去互人讲哦，你食菜无？你食菜过来食啊，啊容易食菜，啊但一世人拢袂当食。二十一岁就开始食，食到涨时六十几岁，拢无去食着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无食好个，啊无食嘛食到四五十冬拢无食着啊，或者食到就体验嘛袂讲足歹啦。哦，嘛袂讲作歹啦，啊嘛袂讲你食到安尼，连食咧唔进去，有那白毛吼，对不对？有那白毛吼，所以食菜我袂用，袂晓要食啦，哦，袂晓要食嘛吼，哦，啊，我唔是鼓励你食菜，啊，食菜是好啦，啊，你若要去食，那作好啦，哦，好，所以呢，咱来去了解，唯有亲近啦，你才能知影这句话真正的背后真正的意义，你也知影空性的意义。你要查咱自性的本来的真面目，真正的人你才知影，无真正的人你拢去猜测的，啊猜测的不一定是对，对不对？敢未对？猜测的是可以想尔，所以讲伊就来讲，自发的本体，无的本体，自性的本体，毋是用你思量的心、思想的心、思量的心去到分别之所以当去了解。会当了解，唯有亲近的人才会当了解。啊，唯有亲近，像那个做啦、做书台的迄种事啦，迄种亲近的人才会当知影。哦，才会当去知影。好，所以呢，所以咱来查这个无真正意义。哦，所以上宗的内底面修行，伊是讲叫咱来参悟这个无。上宗的内底面是叫咱来参悟伊个无，毋是有无之无，是参悟伊绝对的本无。上宗的来讲，上宗讲，你着啥？万法归一嘛吼，万法讲归一嘛，但物件拢归物件嘛，扫土当扫土方嘛是一定影嘛，就扫来集中嘛，都万法归一嘛。啊，上宗迄上宗在讲，啊，伊要归何处啊？伊要归何处啊？伊要归何处？伊就是数量嘛。啊，伊要归何处？你这个无？
你若讲伊要归二，二就先变；要归三嘛是先变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归拢归无，啊，那是不是万法拢归归无，就是归归到空性本无？空性真正绝对的本无，无就是无有无相，无一个立足点，对不对？所以过去的上师伊讲要定清。这个佛啊，最值得你定清，是不是把天龙富裕定清啊？伊安尼搁一个立足点，伊不如佛啊最后变淡掉，我讲也无，是不是？安尼回归到真正自性的本无，所以咱来知影这点。所以参禅这个无，也就是咱修行最好一节的功夫。啊，参悟这个空，也是最好一节的功夫。靠参悟自性的本无，也是最好一节的功夫。因为我本无才本无，我本无才本空无的一节的功夫。空自性自性的功夫，空有有的功夫，对不对？离开有无，超越本无。所以就做，而且甲人讲，有无无不计，好无？有甲无，你拢唔在去遐计度。安尼咧回归绝对嘅自性嘅本无，对不对？无就是无形无相，无有一个立足点，无有目标，只做虚空是小相，虚空小相无障无碍，伊绝对是无障无碍。无挂无碍，对不对？进入这间厝的时阵，就是拢无障碍。这个空间的内底面，拢总是一个虚空现象。你要行呢，嘛使；你要行呢，嘛使；你要行呢，也使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咱来清楚这点。无是修行的大法宝，最后咱修行人会当好好来利用伊，无就是到什么所在啦？你会当利用这个无的，无论你到什么所在，哦，拢达到是无住，搁无着。哦，你无论你行到什么所在，拢是无住无着，拢总是无住无着。是不是咱会当利用伊？是不是咱会当利用伊？就是看咱爱用的功夫，哦，用的功夫啦。哦，心上做功夫，对不对？所以无内底面，心经内金刚经内底咪甲你讲，无思想，好嘛？无法相，无非法相，无众生可度，无佛可成，好嘛？有这物件无？明白。哎，佛拢讲无，念念我咧度众生，你讲无众生可度？明明我都要成佛，你讲无佛可成，对吧？所以咱来请教，一切拢总要扫掉咱所有一切的冥想之间的执着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无你会当好好利用伊，行到什么所在拢是无住无着，啊，拢总是无住无着。哦，无思想，无我想，无众生想，无随家想，无法想，无非法想。哦，咱人也有思想，就是菩萨。离开思想，你就是菩萨的境界，你就是菩萨。咱人也有挂，有挂就众生，就对待，有人我一切的对待，对不对？啊，一切拢总是挂，所以咱修行啊，拍破迄个挂，我的脾气，我的毛病，我的个性，一切挂的时阵，我调调，我无脾气，我无毛病，我无个性。啊，安尼时阵在家庭和睦，在彼此之间相处会好好，好无？啊，今仔一切拢总有挂的存在，咱人即三界六道。而且轮回，生死轮回。所以咱今仔修行的好处，
就是去改变咱人即种诶命运，安尼清楚。命是天注定，运是咱人之所行。但是你要运你诶命，哦，你要运你诶命，你爱行行啥？行好路，安尼你命自然就好，你运自然就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仔日才遮尔啊善，就是我过去无布施。我今仔日遮尔啊好呀，就是我过去有布施。即拢总是我要做甲毋做。所以咱人后我上人上众生上受者上，即拢是菩萨的因缘。离开我上，离开我人上众生上受者上，一切皆空。啊，安尼。非常非法上，这拢总是我有我伫执着，我提着所有一切拢总是无，啊，我提着一切拢总是无，哦，所以咱人啊，心嘛执取事上叫做是无执，心嘛执取法上叫做法执，心嘛执着空性叫做是空性，哦。也因为这个缘故，咱来如实的了知，所有一切相，拢总是虚幻的，虚幻哦，这拢是虚幻哦。这就是咱今仔用佛来做一个真正重要的关键啦，把咱成就佛菩萨这种的关键啦哦。所以无错用，非常的好用哦，非常的好用。因为第三点就是无依，可以弃除咱人的一个执有个妄见。即个可以去除咱人的执有啊妄见，啊，所以无作好用啦，啊，无作好用，真好用，可以去除哦，去掉、除掉咱人执于是有的物件，甲妄想所变成即个境界。这样都拜嘛，啊拜的物件你用无去掉，啊用无去甲去掉，因为众生真济妄心，主要的原因就是把一切事物妄认为实有，这拢是众生三界六道轮回的一种原因，是原因就对啦，原因，哦，了解你三界六道不能。不能了发生死的原因就对了。咱人是三界六道，哦，而且轮回就是咱人拢有执有妄见，才造成咱而且流浪生死，做一个天台这个流浪去啦。哦，生伫底下来的，咱唔知影；死要伫底下去，咱唔知影。茫茫大海中，伫遐咧轮转。啊，真幸运！咱今仔日拄啊出世在中华民国，哦，啊，拄有天道降世，啊，而且会当共同来研究，啊，咱了解一寡道理，来去掉咱心中一种的执着甲妄见，去掉咱咱一寡遐脾气毛病，遐无明妄想执着，遐想袂开放袂下遐物件，哦，啊，这物件拢会。
也予咱欢产生了真侪欢乐甲痛苦，拢伫遮内。啊，咱今仔了解圣灵的道理了后，就是讲叫咱爱用这个无，无妄想，无执着，无追求，无毛病，好无？无贪嗔痴来招生财气，哦，遐笑袂开放啊，拢总用无去甲气互调。哦啊，安尼咱就轻松济啊呢，是毋是？啊，修行人就是愈修愈轻松呢。修行人毋是愈修面头愈干呢，是毋是安尼？啊，愈无挂无碍，啊，修行愈轻松呢。哦，修行就是安尼呢。啊，你修行你欲达到安尼，是毋是你了解圣人的道理来抛掉咱心中一只疤？好无？哎，疤一定要抛掉嘛。哦，你拔锁啊！你是你家拔的，啊，你来家偷。你家偷拔的，你是拔在啥物所在？你家己清楚。你爱家偷着你的干嘛？哦，啊，你要偷着你的干，你爱多研究道理，多听道理，多听咱先知识。哦，来甲咱顿顿先，你互咱了解较轻易，较容易入法的啦。咱个烦恼互减轻个啦，咱个痛苦互减轻个啦。啊，你若看咱人就是拢安尼，哦，要满足我即个心，啊，咱人拢向外里啊攀缘就做，啊追求，追求面倒个时阵，里啊呢，亲像外口结识，你着落去落啥，接触起开始来吸，吸入一大堆，啊，没事着，啊，才里啊放喺遐面起来看，好无？目睭是毋是真在翕相机，爱家己来翕？翕面大家咧看的时阵，伫遐想，我今仔去倒个遐，啊，我去看了啥，我去看了啥，伫遐想。想到你看即摆，没事拢困袂去，有无？但世界讲咱台湾人爱困袂到食上济，食上济有可能无？啊，迄叫做食素济。哦，啊，迄、是代表咱心浮躁。安尼心拢向外攀缘，得到遮物件。安尼今日去照着即个反背即种个因缘，就是要把咱心中去掉，那心中歹物件，啊变咱去掉，啊善心善地先把咱教。啊，互我着用即个无，哦，用即个无甲咱做一个研究。安尼真苦，真离啦，咱着互我用空，空甲无拢总是相像。空无拢总是烧相，哦，头仔迄阵着用烧洗相障，有无？烧烧掉的烧，啊，这就是天子，啊，下掉啊来斩掉，啊，这四项啊做够了，你才当飞有到空无的本体内底，好无？啊，你叫做由楼梯一层一层啊爬，头仔就是叫你去掉遐物件。哦，小些小占，哦，占着遐物件，你才会当回归到空性，空性中，达到咱本无的自性内底面。啊，这叫做阶层，修行就是由这个阶层一步一步来提的，提起的。啊，那叫做是登天游梯。你要登去西天，一定要有楼梯两搭，哦，一定要有楼梯两搭。是啊，咱到楼梯，咱有楼梯两搭。因为咱那个有这个肉体，咱这个肉体需要借着楼梯来解答。咱若回归到空性，绝对的本无迄个物件，咱跟着楼梯，咱跟着楼梯，连楼梯用飞啦，天文架飞啦，哦，啊飞去到日本，飞去到对个，迄个不是西罗人，可能咱不是用飞啦，迄个不是西罗，我咱唔知啊，对个。你去到对头当中去啦，像咱这个月的时阵哦，迄落常常拢有时啊，哦，咱就这三公里嘛吼，讲伊啊要去对啊吼，啊要去马来西亚，啊咱这个月咱拢对去这个，去马来西亚，要去对啊去对去对啊，啊伊哪边啊去我嘛唔知，伊敢要坐飞机，你真敢要坐飞机去的，我咧相信唔是嘛吼，伊也无绝对敢要坐飞机。啊！你对去，啊！那去我嘛唔知影咧。
我唔是识即系看好啦，即系看好啦。即系先同我看，就讲你到底是用飞机，系坐什么？坐飞机去啊？坐什么去啊？哦，他又会话去啊，对啊。所以呢，当 IP 赚下钱啊，三界就多多嚟一只嘅，哦，三界就多多嚟，哦，我同钓到先死，就是那无聊会得利嘛。由此可知，咱啊套。透过这个门来扫除咱人，迄个执着，哦，执着也当扫掉咱人的心就无负担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恁人拢是执着，恁执着害咱一世人，上烦恼一世人，痛苦一世人，上会开福的啊，就是拢咱人的执着，对不对？若是啊，执着讲阮的囝不好，阮的媳妇啊不好。啊，是我的孙啊不好，啊啥都不好，拢是执着的。不好，当时啊，那也是咱阮奶做起的。咱无够了福报嘛，咱着怨叹。你福报啊大诶时阵，你娶诶媳妇到底最有效？你诶囝儿时阵到底最有效？咱若无够福报诶时阵哦，囝儿时阵你要气死诶！变来讨债，好无？是不是安尼？你拢咱做诶呢？我等咱家己未使，我等咱新妇未，拢等咱诶后生未，等我咱诶囝儿是啥？我等咱家己过去无少咧福田，好无？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有诶人咧真正，迄个看因大家都做不好，啊，托解新妇做有效诶，好无？有即种人无？啊，世间拢无一个。好无？世间无因果，你无透世三世因果，你若透世三世因果了解了，才讲啊，我过去是可能哪呢？啊，我是今日是，我媳妇对我无应该，自作自受。菜人食菜，菜价就啥？是嘛吼？对不对？啊，咱了解这个因缘了后的时阵，咱是不是咱多行善事，多做一寡功德，多有好事做，人多啥物啊？安尼，咱的后出世来的时阵，咱的囝儿时阵，咱的尊重咱，对咱唔只会好，对不对？这个原理咱若清楚了，道理拢相通的啦，未使怨咱家己啦。今仔做好起来，唔是无理无由呢，哦，今仔做善的唔是无理无由呢，咱若清楚这点呢，好起来有好起来，人伊过去就是做好布施真济，好无？张罗花。布施啥？起庙时，哦，即看阮个庙拢占用我布施个呢，好无？你好热闹，好热闹，管理个呢。啊，善良老个时阵，善良人，善良老个理由个呢，毋是乌白个打骂，爱做好业，啥物人爱去善，对不对？所以咱即点爱真侪，啥物一切拢家己，拢袂使怨叹。哦，我今仔嫁一个财政个阿。迄就是我过去的福报出大，对不对？我结一个富龙公啊，就是我过去福报少，免怨叹。你即世爱自作自受，你即世爱好好做，做好好了，出世来，绝对保证你做好。我绝对无骗你，绝对保证做好。我即世就生得足歹，歹势。哦，你过去无少，要买花敬佛，所以无水哦。你即世啊，你可以结婚的时阵，若出世来，到底水当当，真着你低人助人更加水，对吧？这拢是因缘果报，哦，啊，所有一切拢自作自受，咱无需要怨叹，怨叹拢一定要怨叹咱家己，对吧？拢总是爱怨叹咱家己，过去是啦，哦，正好因结好果，哦，啊，即摆因即摆摆果啦，拢总是相像。哦，好无，所以咱这点你一定爱清楚这点嘛吼。所以呢，人啊，即位是一切事物哦，心者无执着一切事物哦，安尼心者无负担啦，彻底得到解脱啦。所以一个人想要证道，应该爱深入体会佛的真正意义。这就无真正的真正意义啊、哦！如果咱若执在法，但不如讲无有法可得啦。如果你若执在法，
咱若实在发，无依法可得。对吧？你若实在发，咱不如咱即无依法可得。我就是要贪着咱人的病嘛，是毋是？啊，咱若无病，咱就要发。咱若要贪，咱就要执法，用贪来偷，干嘛？唔免嘛吼，是毋是？你执着发，发就是药嘛。咱若无发病，咱就要食药。但是，咱若身体健康，咱就要食补药。唔免嘛吼，咱人就是啊，执在发，就唔对，就是代表你啊执在发，就是代表咱病啊个存在，病啊存在咱知影。贪，圣人叫咱唔通贪，啊，这个就是发，这个就是发嘛，啊，代表咱身上有贪，咱需要用发嘛，啊，咱大把啊执着，这个发拢拢无。无依法可得，啊，安尼是真，咱已经一个完整的人，对不对？现在多无多可修，安尼咱唔免修到啊，咱自性圆满，自性圆满，咱如何修到？自性圆满，咱如何修到？唔免嘛哦，佛道成佛，咱如何修佛？咱就是众生，你唔知修佛，修咩成佛嘛？哦，你要修道就是要成佛嘛，对不对？即在道，无道可修。啊，那咱已经成道啊，咱已经成道啊嘛。哦，即在生死，无生死可了，是无？啊，那咱已经了生死啊，用方便个消息令咱了生死啊。你即在生死，我就是修了变来了断生死，当时，啊，我都。无生死可了啊！无生死可了，我太着过去，过去接待迄个生死，即、這个姻缘呢，唔对嘛？接待了团，我那团可救，我已经了团啊！我到有够到着一个名哦，啊，我变来收收我了团，接了团唔对嘛？安尼是毋是拢恢复？哦，用无拢去掉这执有，接待法。即在道，即在生死，即在涅槃。从这个无去到咱人的执着、执有、执着法、执在道、执在生死、执在涅槃。哦，无法可得，那你就自性圆满，那个无法圆满，道不用修，但莫勿要，有无？有这个无？道免修啊。都免修，都是我们苦修啊！自性本来我们苦修啊，咱何个修？咱何个修？不咱老个修，就是咱老脾气毛病，贪嗔痴啊，就是贪气。不过咱修到无这物件，咱何个修？咱何个修贪？咱何个修痴？修无良修，就叫咱咱何个修？免修。咱拢往往的人啊，回归到本无的自性啊。安尼听无？安尼听，应该是安尼清楚啦。迄个我。含万比数啦，啊，就比作讲哦，即简单啦，哦，即道理应该是简单嘛。所以咱若有病食药，咱若有病，咱就先食药。咱若也无贪嗔痴的时阵，我讲着讲，只要说明个贪嗔痴，就拄着我贪嗔痴。我都无贪嗔痴，我用完了这种三十五，无啦，数据了这种三十五，我就会啊。我讲着讲学这种三十五，当时我若到无着地啊时阵，我讲着讲借一台车来载我去倒来，我才无着地，干嘛？拢唔免啊嘛，所以拢唔免啊嘛，所以咱慢慢修道，咱嘛无生死可了，无生死你就能了生死啊，咱已经正式上啊嘛，正式上无真法，怎啊会跳下比较啊嘛？所以一业拢都无啊，业嘛找不住人，过去世所有大人百块钞钱哦，咱正式上了后，回归到自性本无的时阵，啊，恁业找不住人，亲像咱的自性回归到虚空了后的时阵，伊无一个立足点，伊变哪变哪去变？执着刚变空的时阵，要收益空有无？有一块半尔，伊执着一块半尔，你阿妈捡到，唔就变个啥？伊一块半达达掉尔的时阵哦，你执着虚空时阵，买掉啥掉袂着？哦，咱人也会归到自性当中无？哦，
无道果生无生死，你好了无涅槃可证，安尼已经证了涅槃啊，证到不生不灭的自性啊。所以拢用这句佛，可以去除咱人的执着甲妄见，拢是这句佛。哦，互我讲一个四点啦吼，哦，啊，咱做一个结论吼，并不足几点啦。啊，若讲拜二无大病，哦，啊，我见到啊，就我见讲偌济听偌济，哦，啊，无了解，我肯定会有机会，互我去研究哦，较精密、较精通的，啊，咱再来互相做一个综合研究，啊，互我做一个结论嘛吼。这个菩提自性本来清净，当然自性得了成佛。五千公顷，五千种顷，五六自性的本无无清净。哇！解释，大家讲师讲的道理拢总无相像，啊，地势无同，换汤，建清公顷，公建清公顷，建了自性无清净。按政策，公亲公亲是对立，建立自性独立无清净，回归到自性的本源。哦，所以菩提就是一个觉性圆满的人，伊自性圆满，自性圆满，伊心中无有脾气毛病，无是非甲对甲唔对，无官甲假的差别性。无万分甲嫉妒，拢总是无，啊，对无这物件，菩提就是觉性圆满，伊觉悟就是已经圆满的人啊。哦，所以菩提自性，自性本来就是无形无相，哦，用文字语言无法来去表达形容，所形容也是借着文字去了解背后真正的本领。要不伊自性是啥物物件安尼尔？哦，伊是用文字去甲形容，用言说去甲表达而已尔。其实自性本来就是无形的物件，是借文字去甲了解，了解伊的背后，哦，伊的真面目是啥物物件？哦，所以无形无相，哦，无形无相，但是应用自如，在咱人的心中的时阵，你要安那甲应用自在呢？用到伊也互你用，用到伊嘛互你用。买了自性，自性的时阵还未开悟，自性的人用到用到，伊拢实在你用，伊拢自性的主宰。哦，自不是自性的主宰，迄拢是自性主宰，主宰主宰出来拢是好的。你若心主宰了，就有好坏之间的差别。所以咱今仔修行就是修到回悟到菩提的自性。背后到咱的自性本无迄个物件，流露出来物件，到底伊无好歹之间的差别，咱来了解这点。所以原本本来就是清净的，是一定不染的。伊无时间的差别，无空间的大小，伊无这物件，无当地出去无这物件。伊本来是清清净净，是一定不染的。伊未去染着尘埃。哦，所以讲本来就是清净的，原本咱人的自性本来拢是拢足清净的，是咱今仔去沦落去六万几年落啊，这个世间受着尘埃，感到污染，污染咱人的自性去哦，是迄个妄想给你砍掉的，自性无得通去流露出来，安尼尔。主要咱若是自从咧歹物件去掀落开，咱人直接流露出来，就是拢清净的，迄粒的心拢总是父母咧疼囝的心。哦，咱前辈咧疼咱学阿个心，哦，咱当会有迄个本来清净即种个心，哦，所以讲伊讲菩提自性本来就是清净，
但是你现在你用了这条心，用这条清净的心，好无？咱若当达到菩提，就是本来是清净。咱今现在所用的这条清净的心，就是菩提心，就是父母的疼爱的心，就是咱前世的疼咱父母的心。你那叫做是清净的心。安尼直接甲你讲，直了，直接甲你讲，你在世就是成就一个法门。啊，这就是让我用这个无以咱做例证，无，咱共同做一个研究，让我讲差不多六七分钟，哦，真歹势，啊，不足所在阁真济啦。如果也无清楚、无了解的时阵吼，我有那特别找别在人的啦，哦，啊无，咱也是讲落来无了解，大家共同做一个探讨啦。哦，唔是讲我足够啦，还是按那个核心嘛。啊，核心总是有好坏之间的差别。咱若免核心，就回归到拢无好无坏的境界啊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落在好坏就是总是核心嘛。当时，哦吼，哦啊，不只上祝咱各位大家身体健康，啊新年快乐，啊事事如意，啊不离众望，感谢各位，感谢大家。感谢王老师今天请到一起光，昆到一起光，我们再一次热烈掌声感谢王老师今天的同学。那接下来是你唱圣歌以及讲解圣歌的时间，我们现在请你的指挥。你念慈悲，浅到一鞠躬，昏到一鞠躬，一样好。没得了。请坐下。